你到底花了多少银子，才说动乡亲们把集市挪到药师谷的？分文未花，你该不会是把账目都记在我药师谷头上了吧？是周围村子这些乡亲们，一直感念你的恩情，承蒙你的医治。我刚一说，他们很爽快就答应了。 对了，我怎么不记得这个镇子上有会做偷花瓷的村民？那这个镇上的确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便去周围的村子，寻遍所有会做偷花瓷的商贩。这几户啊，倒是花了些银子。你放心，都是从我酒钱里出的。难得你这个酒痴，竟会为了他人舍掉酒钱。切，你又不是他人，你可是我的债主。 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！哎呦，急什么？又没有人跟你抢，趁热吃才最美味。热无灼灼，寒无苍苍，寒温中士，故气将迟，乃不至邪辟也。好，都别念了，别念了，我等我等会儿吃还不行吗？ 看来你们近日没少看医书啊。那是谷主教的好。少拍马屁。这个不烫了。这个好吃。薛谷主，敬你一杯。中秋快乐，顺遂安康。霍去公子。 霍去公子，你和我们谷主划拳，赢过吗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我们谷主特别厉害，我教你。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该回去歇息了。我有重要的事情教育你们。什么事啊，谷主？明晚你们下山的时候，在集市上给我带一些好玩的、新鲜的东西回来。哦，这个好说。 前几天我去收孤院的时候，听说从漠北来了一个行脚商，他那儿地又不少好玩的东西。钱不够的话，就去库房拿，去吧。好，这个我也拿走了啊。我也给你拿上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走，你坐。谷主，平日里我也惯不喜欢热闹，我留在谷里跟你一起。双红。 你同他们一起去。还有你，你也去，别在谷中叨扰我。既然谷主身子虚弱，不便出谷，那我们把镇上的东西都买来便是。哪有那么容易？ 谷主刚才得知密村另有隐情，今日是团圆佳节，肯定会更加思念孟家村的亲人们。那二位姑娘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看看这筐可好用了。
姑主，您看个灯笼吧，您看红的黄的都有。公主，公主，你看，公主，这个给你。公主，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公主，你看这个多好看，还有这两个。公主，拿着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公主，我给你戴上，来。公主，后面还有惊喜，走。糖葫芦，酸酸甜甜的糖葫芦。姑娘，请问糖葫芦能够抵债吗？哦，可以。我怕你这一把子的糖葫芦全都抵了，也只是九牛一毛吧。积少成多嘛。怎么样，还有很多新鲜的玩意儿呢，要不要到处瞧瞧？去吧，公主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去看吧。是啊，谷中如此热闹，八成是睡不着了，去看看吧。来，公主，公主，小超，来吧，你帮我分了。我的都是我的，什么都是我的。我也要有一个，给我抢了，给我抢了，我要有，再用把我抢，你还我。谷主，送您一个，编得真好。薛谷主，您来了。李大爷，你也来了。啊，是，吃块红薯吧，热乎的，暖暖身子。哎呦，烫着呢。我来拿吧。好。真香，谢谢李大爷。你慢走啊。薛谷主，选个糖人吧，什么样的都能做。凶神恶煞、丑陋之人也能画出来。谷主说的是，是，你看我干嘛？给。的确有几分神似，还行吧，都不及我半分的英气。谷主，谷主，谷主来试一下。来来来，您玩，你也来。中了！好厉害！哇，好厉害！谷主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哇，谷主，谷主，快过来尝尝，现蒸的。现蒸的，是桃花瓷。你不是说现做的最美味吗？今天让你吃个够。谷主，这透花瓷皮韧线糯的，可难做了。这刚出锅的，最好吃了。小程，怎么样，可还是儿时的味道？怕是许久未尝过了，所以才格外美味。让我想起了莫家村，以前逢年过节，有好几家人都抢着让我去他们家过节。我知道，他们是怕我一个人冷清。过节嘛，本就应该热热闹闹的，一个人过得多无趣啊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往后每年过节我就邀请他们来药师谷一同欢聚。你到底花了多少银子才说动乡亲们把集市挪到药师谷的？
分文未花。你该不会是把账目都记在我药师谷头上了吧？是周围村子这些乡亲们一直感念你的恩情，承蒙你的医治，我刚一说他们很爽快就答应了。对了，我怎么不记得这个镇子上有会做透花瓷的村民？那这个镇上的确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便去周围的村子寻遍所有会做透花瓷的商贩，这几户啊倒是花了些银子。你放心，都是从我酒钱里出的。难得你这个酒痴竟会为了他人舍掉酒钱。切，你又不是他人，你可是我的债主。这该不会也是你准备的吧？谢谢。